这个妹子正在直播，甜美可爱的笑容吸引了无数的宅男观看。妹子庆祝自己今天刚搬了新房子，准备给大家发一个大福利，来只性感辣舞，铁人们狂脱666。妹子询问大家想看什么服装，突然身后的玩具熊自己从书架上掉落下来，但是妹子没有注意看，直到弹幕上有人提醒，她才不可置信地回头查看。妹子一脸无辜，起身捡起了玩具熊，她并没有太在意，把玩具熊放到桌子上后，继续和直播间的铁人们讨论是穿水手服好看，还是护士服好看。一个大佬直接刷了一个超级火箭，说黑丝是永远的神。妹子开心的合不拢腿，立马起身给大佬比了个心。就在她准备要去换服装时，突然身后的书开始自己移动，随后掉落下来。妹子通过摄像头看到了身后的异样，她吓坏了。直播间的人劝她赶紧离开。突然门外传来剧烈响动，妹子向后看去，却发现什么也没有。妹子吓得快哭了，赶紧结束了直播。但下一秒，妹子笑了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她安排好的，为的就是骗取礼物。但是她忽略了一点，摄像头还没关闭，妹子的动作被拍得一清二楚。随后聊天室关闭，妹子很满意自己刚刚的表演，立刻得意地给朋友炫耀起来，还说自己彩排了很多遍，能够确保万无一失。肯定会骗到那群宅男。之后随便拿起手机准备拍摄，他高兴地拿起手机，调整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狗头特效，正准备拍的时候，妹子愣了一下，她向后看去，一个人也没有。但当她转回来时，随后越来越多的特效脸凭空蹦出，贴满了整个屏幕。妹子吓坏了，瞪大了自己的眼睛，把手机扔到一边。她转头向后看去，却一个人也没有。突然，一阵清脆的断裂声传来，妹子的头像是受到某种怪力牵引，慢慢的转向屏幕，脊椎嘎吱作响。猛然，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她的头狠狠撞向桌子，血溅当场。这时，妹子身后竟然出现一个长得和她一模一样的人，拿着她的头，一遍又一遍撞向键盘，直到妹子完全丧失了气息。身后的人将她一把推开，坐在椅子上，调整好自己的妆容，准备开启下一轮直播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自拍的时候，一定不能加特效。